I'll shake. 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个扒手模组。这次我们的富兰克林呢，已经准备要去扒别人的东西了。我们现在是开这台兰博基尼的，我们现在要去这个海滩的区域啊。这台车好快！哦，撞到标漆了。先找哪一个人下手啊？这一看到知道是小偷嘛？光天化日之下抢劫。这个老兄让我抢一下，耶！我等于不手机啊。然后，这位先生，手机交出来 ，iPhone。这位太太，东西拿出来，自由。这位先生。走过来，要走啊！东西给我，手机是我的。你的声音怎么像男的啊？你人妖在？我再把东西都拿走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位先生，手机拿过来。哎呦，偷袭我！拿到了，拿到了，五只汽车钥匙啊！这是人妖嘛？对，声音真的很像男的。来来来，哎呦，上勾拳！姐姐有练过啊？哦哦哦哦，推我！来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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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哎，就这样走了、啊。你们看到都不要走啊，不要走啊，来。你不要走，哎，东西我拿走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没有听到。你要打架？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准备好啊！没挥到，准一点好不好？哎呦！哦。嘿嘿，这招就行了嘛！哎，他晕倒了、啊。哎，见者有份啊！哎，东西借我拿一下。耶，获得一部手机。晕照。喂，喂，耶！哇，跳起来！挥空了啊！我在这里啊，快快快！哎呦，好痛痛！哦哦哦，好凶好凶，好凶，好凶啊！哎 ，miss， 他在劈腿吗？这姿势好丑。姐姐有练过就是不一样。看一下，哇、哦，这个睡姿好萌啊！哇哦，哇！好，我们找下一个就你了。来，这是什么 ？Big， 获得一把很大的什么刀啊？这是什么？随机的物件在。哎，手机也是我的，获得这个钱是吧？笔记本，手机是我的了，不用看手机了。哎，这位太太，手机交出来。还有你，是什么？打火机？打火机也可以偷啊？哦，故人院呢？都走过来了。
手机是我的啦，走开。看一下敌人真抢劫又怎样？抢一下这位老兄。哎，怎么不行啊？哦哟，被发现了！哎，我抢到手机了，耶！哦哦哦，好凶好凶，一次三个人啊！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我准备好了，come on！哎，走开啊你！挥棒落空。挥棒落空，哎呦，上勾拳，哦哦，来 ，Come on， 不要以为你没有事好不好？走开！我们现在这个呢，我们现在东西偷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位小姐，手机交出来，对不对？那是 personal purse， 私人物品啊！哎呀，这才是手机啊！我先开车去找这个可以把这个赃物卖掉的人啊。地图上面显示的绿色点点就是我的交接的对象。有人过来啦，你想干什么啊？扑空了，哦，碰哦，来再来，哇，哎呦，哎呦呦呦，嘿，哎，走开啊！你们拍照拍什么拍啊？手机给我拿出来哦。你有抽到，我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哎呦，耶！哎呦，获得两样物品。啊，我的口袋最多可以放20个物件，我现在要找那个人，他躲在树后面的。手上拿一把枪。哎，老兄，手上有些东西啊，我们来。交换一下，你要去哪？我在这里啊。我有这个手机，让你看不上眼哦。我全部都给你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说这边人太多啊，过去啊，好，我不过来。嗯，来来来，我们在这边面交。好了。全部都给你了，获得2000多块啊！好了，我没了 ，OK。那你这边等我啊，我再继续抢劫。来来，手机拿过来，拿过来啦！有你啊！给我啊！哦，出来运动没有带东西哦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啊！哦，一只手机不愿意收就对了，一次要收集满才可以。算了，我去抢那个超商。OK， 我们现在到这个 7-Eleven。先把我的枪拿出来。把钱交出来。双手举起来哦，快点哦，快点 ，OK。哦，看看你后面有没有什么？哦，有那个保险箱是吧？来看一下怎么开啊。跟着箭头走，震动的时候会解一个锁，三个一起开的话就可以打开。哎。手滑啦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！怎么一直 NG 啊？都不信打不开啊！
慢慢慢慢慢慢开的，噔噔，耶！这是什么？获得3600，爽啊爽啊！啊，这多少？300多块啊！我还逃离这个区域。呀，如果喜欢这个爬手模组呢，别忘了在我的影片下方帮我按个赞，好吧？谢谢大家。